消退，却为何末世中拿出真心未变改？陪伴或者分开，明白一切常以爱，用剩余时间动荡时还要相爱，远山不算流水可算，现在记忆切不断，这秘密方圆千里路是个圆，敢相信便如愿，处境不算其想可算，从没透光我们也是恋，假使真有缘一眼便是一生。嚟呢首《秘密花园》一共得到17个 like 喎，哇！恭喜晒啊，恭喜晒！歌系你自己作嘅系咪啊？系啊，所以特别紧张啲系咪啊？好紧张！嚟嚟，我哋先问咗佢哋先啊，等你再紧张啲。好，曲风相对其他剧集歌可能有少少分别，但系感觉上都系跳唔出劇集歌呢三隻字咯。嗱，因為咧呢一首係劇集嘅主題歌曲啦，咁所以咧咁啊作曲嗰方面個旋律咧，都係希望可以令大家容易啲入腦啦。咁所以咧，希望以後嘅歌曲啦，或者可以自己創作嘅歌曲啦，都會有多啲突破嘅。多謝你。係嗱，十號頭先留意到你聽咗兩句啫，你已經撳燈。究竟你係咪 Hannah 嘅 fans 嚟嘅？都係嘅，因為我不嬲都有留意 Hannah 嘅歌曲啦，同埋我知道佢今次呢首歌係自己作曲，我覺得佢把聲唱咗兩句咧係好適合呢個曲風嘅。就中意聽佢把聲多，隻歌都未聽完就已經撳咗 like 啦。頭兩句嗰個位，我覺得已經係好好聽，好啱隻歌係啦。OK， 哇，可以開始定啲啦。Hello， 我想講我好支持你㗎，多謝你啊！我好中意你作啲歌㗎，我覺得你好有天分㗎。哦，多謝多謝。咁呢隻歌我就覺得你作得 intro 已經好吸引㗎啦，同埋真係會令到我好想快啲出咗隻歌，然後可以聽㗎。有啦有啦，識得㗎係咪呢個？唔識㗎，多謝你啊，多謝多謝。咁即係其實有一部分都覺得劇集歌係好好聽，亦都有一部分就覺得可唔可以試下其他嘅新嘗試咁咯。嚟緊都會有唔同嘅歌曲推出同埋唔同嘅曲風嘅，所以大家記得留意啦，多謝你哋。咁我哋不如問下導賞團嗰邊啦。咁其實我係中意啊，因為咧。我咧聽嗰個 arrangement 咧，我覺得好有嗰種日本動漫歌嗰種感覺，而我係好中意嘅，即係我係，我覺得隻歌如果個 key 高翻一格，可能會再有嗰個動漫嗰個感覺再濃烈啲，同埋快啲隻歌，爽啲。坤哥，你有冇 feel 到日本 feel 啊？你啱去日本翻嚟，我 feel 到啊，我 feel 好想同佢一齐摁啊！即系听到嗰个编曲嘅时候咧，即系好少机会有得听 Hannah 唱现场，因为真系成日都系电视剧度听到你唱现场，唔系唱现场电视剧唱现场，咁啊，所以就真系感受到你嗰个摇滚之魂啊！因為我腦海裏邊咧，我冇諗呢首歌係唔係劇集歌嘅，咁但係我係覺得其實你把聲好 powerful。
即係你，我唔知頭先你係咪因為你好緊張啊？好緊張。係啦，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再 rock 啲，你 rock 到嘅，再放啲，就會更加好。知道。坦白講咯，真係唔 rock 嘅，係一隻幾普通蟹歌。但係你把聲咧係有辨識度嘅，其實你可以作多方面啲嘅嘗試。呢個劇集歌曲可能就係你嘅致命傷，困咗你。每一部劇集嘅歌都由你唱，有少少利。如果你要即係站得住腳，你一定要立體啲，有你嘅信念，有你嘅 message， 即係等觀眾係知道呢個立體嘅 Hannah。我唔係話要唱得好，但我知道你 believe 係乜嘢度，你相信啲咩？你要 project 到我感動嘅嘢俾我，我聽到喊嘅，咁啊，我以後會 follow 你。多謝炮哥，炮哥係咪有啲意見仲想發表一下？我覺得你哋對 rock 其實有少少，即係都係有啲誤解。即係我由七年代玩 rock 玩到而家，唔係對 band 玩得大聲啲，即係個多啲 action 就叫 rock。即係你要清楚 ，rock attitude 好緊要。你有個 attitude 態度，所以永遠係態度行先，唔係話一個包裝嚟嘅。所以你自己要留意，如果真的要走這條路咧，係一條不歸路嚟嘅。你睇下我，係好正，好正，係啊！呢個不歸路唔係個個可以行到嘅，係咪？即係我一直都好多謝劇集歌曲，亦都覺得劇集歌曲係好好聽，覺得炮哥講得好啱嘅。呢一個係其實我想由劇集歌曲慢慢轉翻嚟嘅第一步，但係我唔想即係去到咁。extreme， 因為我好怕大家未必一下子接受到，同埋有時太大嘅轉變，我都唔敢要。我覺得我而家未有咁攤得咁著嘅，我要多啲時間。好啊，加油！多謝炮哥，多謝。